大姐你好，而家再睇你訪問就好少咯，因為你係極少數夠膽，得阿姐啊、Dodo 姐，你都直接夠膽去，即係同佢哋有啲有唔同反對意見又好乜都好咧，咁拗啊咁成噶嘛。同埋有陣時你訪訪我問你話要瞓著，你真係瞓啊！因為嗰陣時我真係好病啊，我病得好。嗰陣時係好病嘅，係病重㗎，係啊，係病重。就真係要瞓嘅。係好攰，好容易。而家會唔會？同埋冇精神，使唔使瞓一陣㗎？而家如果你太長時間都可能要歇一歇。好，你出聲得㗎啦。不過 OK 嘅，你嘅訪問應該唔需要。今年好多人七十歲喎。好多啊！你識嘅余增啦、金燕玲啦，咪突然之間即係七十歲呢個咁，同埋啲人而家唔似七十歲嘛，最主要係唔似啊！唔似我哋以前嘅時候，七十歲係個感覺真係好阿婆好老，係啊係啊，唔好話七十啦，六十都係啦，已經係啦。咁有一次咧啊，好舊年嘅事啫嘛，我響我去馬來西亞旅行，咁啊喺機場出閘嗰陣時咧，哇打曬蛇餅，咁喺度。惆悵的時間，咁我隔離個 friend 咧就走咗去一行，冇乜人嘅喎。我睇下，哎呀，長者通道喎。佢話：哎呀，你過嚟啦嚇，係喎，我係長者喎。幾多歲？咁我即刻走咗去，舊年啫嘛。我知係幾多歲係已經係長者啊？佢哋好似唔知六十定六十五啊嘛，係咯。咁我即刻走過去。咁後屘咧，從之後咧，我就揾好多有關長者嘅福利。哇！原來好多福利㗎。咁所以而家好開心，變咗長者，但係心態咧就一啲都冇呢個感覺。我喺亞視見你嗰陣咧，其實嗰陣時我喺一個 studio 影緊相。我唔知係咪影緊你，我哋成班咧同攝影嘅副導一齊傾緊偈，我哋討論緊女星拍寫真。跟住咧，你又行埋嚟，你又即係。即係串嗰啲女星，嘿，佢哋冇身材就因為學人拍寫真咁樣，即係無端端加入咗我哋嘅個討論。咁講嘢嘅咩？會係啊！點解我會咁講？你冇講名嘅，你好好嘅，咁你就話嗰啲人乜乜乜唔知即係身材即係唔夠好，又即係拍寫真，即係唔明點解啦？即係應該好身材先去拍，你嘅意思係？我就想問你，點解咁耐你都好似真係冇拍寫真集？即係嗰陣時候。八九十年代個風潮咁犀利，鄭文雅開始，咁點解你都冇拍嘅？冇人揾我拍啊嘛，係咯，真係㗎？係噶，我而家其實好後悔咧，我後生時冇影過裸照噶，就算即係唔係影到，應該畫幅裸體畫，我自己即係睇翻啦，因為而家好難過啊，睇到自己，咁我都想睇翻以前美好係點啊，你明唔明啊？係啊，好後悔。冇啊，好簡單嘅啫，冇人揾我嘛。你有拍成人戲啦、射女啦，後屘都做好多，仲有詞女嗰啲好多。七十年代咧，就係我電影嘅年代，可以講當其時好流行嗰啲咩所謂寫實片啦。咁其實就係噱頭嚟嘅。嗰陣時個社會就好興，即係咩女咩女嘅詞女咩，咁啊打落去咁就拍咗好多性感，咁就係嗰個年代咯。但你冇記憶中啊，因為我都估唔到你原來拍咗成八十套，唔止啊！其實百幾套戲啊，有啲即係客串啦，或者有啲係唔係主角啦咁。你就冇正式裸露過嘅？你話如果三點不露，即係不露，唔係唔露嚇，就未試過嘅嚇，就主性感性感啦。如果當其時可能佢有要求而俾到錢，可能我都會制噶嚇。我覺得藝術啫嘛，個角色需要嘅話冇乜所謂噶，係啊。唉，而家好後悔啊！你知唔知？冇拍過呢啲戲啊，陰公豬啊！你幾時關心過我啊？我去別墅啊，冇錢俾啊，俾人哋撕爛條裙走出嚟，你又知唔知啊？你翻出去，我唔要見你。到呢個時候仲鬥咩戲啫？咁你要我點啊？係咪要我跪喺你前面唱情歌，你先安樂，係你出聲？係啊，我中意唱聽呢個《帝女花》，唱啊，落花滿園花。你幾時開始咧？即係有個諗法開始係唔好靠個身材，即係要用啲方法去演好一啲嘢，無論係小趣劇又好，一啲主持又好乜都好。幾時開始有呢個轉換噶？其實我自己咧本身咧就冇任何嘅諗法嘅。我覺得咧我演藝工作咧其實係應該有一個安排，佢一路喺度推動我，我冇好刻意嘅。自自然然又咁樣喎，自然又唔同咗喎，咁其實係咁解啫嘛。
咁去到因為七十年代咧就拍好多電影啦，咁但係因為七十年代之後嘅電影咧，即係我哋呢類嗰啲性感啊咩詞類嗰啲就比較冇啦沒落啦，就好似變咗係打鬥片啊或者係警匪片啊嗰類男人戲多啦。咁於是咧我就好冇咩戲拍咯喎，你明啊？咁我咪入翻電視台就主力啲專心啲咯。咁專心啲就做，咁就無啦啦又做咗嗰個少少嘅成績出嚟啦，所謂咁樣。我唔係刻意變嘅，係諗唔到嘅。當其時其實我都講好多次，我其實係好嬲嘅，俾我派我做蝦仔爹哋呢個角色，係嘛？啊，因為嗰個賈斯諾仲大過我一日，青美新就大俾我大過佢幾年，我竟然做嘅阿媽做賈斯諾嘅外母，你話係咪嬲啊？當其時其實都好後生嘅啫嘛，你明唔明？即係堅嬲嘅嗰陣，廿零歲啊，堅嬲噶。咁於是我咪，喂，我咁靚咁好身材啊，點做啊？於是我就，好算，我要扮到唔似自己，整醜自己，整到臃腫自己，咁啊去做咯。咁，點知有時啲嘢就係咁啦。咁觀眾又受落喎，咁又可以叫做轉咗一個型喎。嗯。推動啊，唔係我想嘅，亦都唔係話好計劃，冇任何計劃。嗯。咁嗰陣時候即係去加入個娛樂圈啦。其實是為什麼？為錢、為出名還是怎樣的？當時的想法是？為生活、為錢，是啊，為照顧我家。即是走這條路？是啊，當時不是工作啊，我要找工作嘛。嗱，譬如我去到讀到中學三四年班的時候，我知道我不會有大學讀的了，那我要找工作嘛。我要找工作，我做什麼工呢？咁咯，啊咁啱嗰陣時咧，我就睇到電視，嗰陣時啱啱開始，都係麗的，仲未係好蓬勃，仲無線好似仲未係有添啊！我就睇到電有一日，即係我屋企冇電視嘅，唔知去邊個屋企朋友屋企咁啊，睇到有一個節目晏晝嚟嘅，見到黃楚榮喺度做劇，一個人喎，嗰場戲係佢 follow， 即係咩 solo， 佢自己 solo 一個人，自己一個人喺度表演，兩間房咧自己喺度發脾氣啊，又喺度點，我睇哇睇到入曬迷。哎呀，好吸引啊！哎呀，好欣賞呢個人啊！咁於是我就，如果我係電視機入邊嗰個我，而亦都有人企喺度睇到欣賞，幾好喎！咁我認識咗有一個即係叫演員嘅工作啦。咁跟住其後，我就一路留意，一路去揾呢啲機會，希望能夠做到呢一個工作。其實就咁解嘅啫。啊，咁你？選沙灘小姐啦，贏咗啦。咁之後有冇任何其他讀演技嘅嘢？我睇先。中四嗰陣時候就係，我就去周圍去揾啦。嗰陣時無線啱啱咧就選舉辦第一屆嘅藝員訓練班啊，咁我就去參加嘅。咁當其時就啱啱無線起啊嘛，咁好多人參加呢個新嘅行業，有幾千人嘅。咁我哋去。咁當其時就係黃淑儀同埋個先生一齊喺度見我哋啊咁啊，咁我乜都唔識啊，你知唔知？黃淑儀㗎，係啊，黃淑儀，我乜都唔識啊，戇居居一個女仔，我就喺灣仔住嘅，哇，廣播道喺邊我都唔知，咁啊即係好，咁自己一個人去啦，咁啊去到考，咁啊唔得嘅，我係入唔到嘅 ，fail 咗嘅 ，fail 咗我哋好多人嘅，咁冇嘢啦，咁啊 fail 咗，隔咗幾個月啊定係啦，當係啦幾個月，咁又有揾我哋喎。他說因為今次咧係好多人，亦都當中可能有一啲咧都係OK 嘅，不過就我哋名額有限。我哋而家肇事一個訓練班，你又去見啦。咁我覺得我係好被動嘅，冇所謂啊。呢個唔得，有機會話叫我去，咁我咪去肇事參加佢嘅訓練班啦。我基本係慢熱嘅人嘅，冇人教我，乜都唔識。試過無線嘅訓練班嗰個經歷。我有經驗了，於是去肇事嗰時咧，我知道點樣我可以得到了，我自己縫衫啊，車條 hot pants， 然後咧就著件T 恤剪爛曬，我自己做嘅，知唔知啊？咁啊去見啦，哇個型已經好型啦，因為第一次我參加無線嗰時咧，我著條黑長褲，黑衫，咁即係冇乜特別啦。咁於是我知道個經驗，你要突出。你起碼要被即係吸精啦嚇，起碼要咁先啦。咁於是我就去參加呢個肇事訓練班見啦，咁我就得咗啦。
咁但係問題你就唔好以為渣喎，係好好噶。我個訓練班同學係有富星嘅，你知唔知啊？有米雪嘅喎，有李修賢嘅喎，有黃元申嘅喎。我呢一班係我嘅同學嚟嘅喎。嗯。啊，所以無線嗰陣時唔要我哋啊，你明唔明啊？啊 ，OK。咁但係問題咧，讀完之後咧，讀完一年之後咧，當其時就係阿張徹啦，佢哋嗰啲功夫片當道啊。咁啊，要曬啲男人。李修賢未讀完，即刻去拍《浪女白條》啊！星仔又去咗冚啦，女仔冇乜人要，米雪都好啲，都有去揾佢拍下嘢。咁我完全就冇啦。我嗰陣時因為細個啦，亦都冇好複雜嘅思想嘅，好簡單嘅。我追求呢樣嘢，盡力去做，得就得，唔得我第二樣又再去做。咁其實係咁啦。好啦，呢個唔得，咁我喺度諗，我有乜嘢可以再係屬於演藝？表演的行業呢，那我就在想無線不行了，那時有麗的，好了，電台，那時電台都很熱的，余曾那些很厲害，那我就寫信去商業電台，香港電台，無碎自戰，寫信，是的，我寫信，我呢就是做個訓練班什麼這樣，肇事之後出來，我就想怎樣呢，有個行業叫模特兒。我覺得自己好似好 OK 喎，身形係嘛？咁於是我都係唔係話 sorry， 我唔係話想跳嘅，唔係話走捷徑，唔係嗰啲人嘅，我都係去揾文麗賢，我交學費，我去上堂去學咁樣嘅噃，你知唔知啊？咁啊學完之後，咁啊都好啊。嗰陣時阿鐘伯伯咧，那個瑞興公司啊，佢成日揀啲女仔參加香港小姐都得第一名嗰個啊，你知唔知啊？咁佢都好錫我喎，咁佢俾好多 job 我做，咁啊多數咧都係 house 嘅，即係唔係話行天橋出外嘅，多數係嗰啲時裝公司啊入邊內部嘅，咁啊你著衫行嘅，咁我做 model 做過一輪嘅，咁又拍廣告啊，嗰陣時又幫張小慧個老豆啊，佢有廣告公司嘅，我見到張小慧嗰陣時咁細個嘅啫，OK， 咁然後咧跟住咧就有一次。又是另外一個很大的打擊，有一個很大的 show 是行 catwalk 的，那鐘伯伯呢又是叫我去fitting， 即是那時 model 是要 fitting 的嘛，那去行一次 fitting， 那我去啦，很開心啦，有機會行 catwalk 啦，那樣那我都很努力去做啦，那樣當中都有是穿 bikini 的都行的，那行完了回到家沒多久，那接到鐘伯伯的電話，那他說我唔記得佢講乜啊，即係總之今次唔需要我做啦，即係咁其實係咁樣啊。哇！我當其時晴天霹靂，好嬲，即刻掟佢嘅電話，即係神經啊！咁我唔明啊，點解咧？你唔得，你冇叫我 fitting 啦 ，fitting 完又話唔得，咁好難受。咁我當其時我唔明嘅，後屘我知啦。我想知點解？後屘知點解？因為咧，我唔夠高啊，其實。嗯，我其實真的不夠高的，咁當時咧，鐘伯伯都想俾個機會我，但是我去了 fitting 之後，旁邊的 model， 我懷疑啫，佢哋唔俾意見，即係唔得，我懷疑係咁逼鐘伯伯就即係唔需要我啦，咁我懷疑係咁，咁我諗翻轉頭都真係係喎，我真係唔夠高喎，老老實實嚇。咁我又信服喎 ，OK， 好啦，咁就係咁啦，咁就去啦，就諗呢樣嘢啦。點咧？我又學過 model， 又學過演藝，咁仲有咩機會咧？於是我就寫信去俾麗的啦、電台啦，就無碎自戰話啊，我讀過訓練班，我亦都做過 model。咁因為我做過 model 咧，我就寄曬嗰啲相做 model 啲相俾佢哋啦。咁啊，商台冇回音。港台沒回音，咁亞視咧都隔咗一輪，就高良叔打俾我，咁佢話啊，我哋收到你信啦，因為我啲俾佢啲相入邊咧，又都有著泳衣嘅，你明唔明？你我哋暫時冇咩職位可以俾到你嘅，不過咧，我哋而家舉行一個沙灘小姐，你不如參加啦。咁我喺度諗，咦？機會喎，我冇諗到係乜嘢嚟嘅，完全有一個機會接觸到，可以入到去，咁其實係咁嘅啫。
咁於是我就好，我嚟參加啦，即刻參加，好落力噶。哇！嗰陣時啲記者好錫我噶，叫我去邊度影相，咪去邊度影都影咁樣噶。咁啊咁亦都因為做過模特兒啦，咁有個經歷咧，著個泳衣行 show 啦，咁我知道啦。咁於是我自己私人咧就請咗個化妝師，咁啊出場前咧偷雞咧走入去廁所咧，就叫佢同我全身搽曬粉嚇。咁自己咧亦都好落本啊。去連卡佛當其時嘅連卡佛好貴噶嘛，買件泳衣200多元啊嚇。哇！係啊，落好落重本。我今次覺得哇，我已經咁多次啦。咁我要把握啦，咁嚇，咁好啦 ，OK， 咁真係皇天不負有心人，咁我得到冠軍。我唔係想去做選美，我只不過想揾一份 job。冠軍之後嘅發展算唔算係如你願啊？唔如我願，但係唔關事，係我嘅問題，係我自己嘅問題。我唔識得把握，同埋我真係演技唔得。因為我讀邵氏訓練班咧，就係讀電影嘅。電影咧，佢係逐個 shot 拍嘅，就唔需要記啲咩台詞啊、對白嘅。咁我就得到沙灘小姐之後咧，佢哋內部啲人咧個個都好喜歡我嘅。其實我好有禮貌嘅，當其時都有禮貌。咁啊，張青咧就係見我，咁我話我都想演戲喎。咁佢當其時咧就係最後一套咧就係彩色嘅電視劇，叫做《東陸》。咁、那、嗰個角色咧，應該好似係温柳薇做嘅當其時。咁我唔知咩原因，温柳薇冇做。咁於是咧，佢就話：啊，你不如做呢個角色，俾你做啦。咁我好啊。咁啊去做啦，做一個富家小姐喺嗰套劇入邊。咁啊，記得咧就係有場戲咧，就係同阿劉松仁對手嘅。咁佢都好好啊，入廠前咧，佢都話：啊，可以同你對下稿啦，咁好嘛？咁我當其時嚇、啊、對稿咩係對稿啊？唔識，唔使啦咁。哇！咁我諗佢好嬲嘅可能。好啦，咁啊到拍跟成晚黑嚟嘅添啦。哇！原來要記曬咁多對白，原來幾個鏡頭一次過係喺度拍。哇！我 NG 唔記得冇記對白點得啫？咁一路路咧就 NG 十幾廿次。哎呀，都點好咧？越擔心越緊張就越唔得。咁當其時咧就係咁啦，嗰陣時麥德雄咧就係做呢一個PA 啦，咁啊響個 mon 叫落嚟，走落嚟啊，好直頭一個控制室走落嚟啊，咁啊，哎呀，建明你唔使擔心，慢慢嚟，慢慢嚟，哎呀，好大嘅鼓勵，好有計喎真係，哎呀 OK， 即係有個人關注下你，關心下啦嘛咁 OK 啦，咁好啦，咁啊終於完成咗啦。咁完成咗呢一次之後咧，俾我一個咩經驗咧？就係話人哋覺得你唔得，就唔會再俾機會你啦。雖然你攞到一次入到去嘅情況，但係呢啲唔係要實力㗎，唔係話你即係入娛樂圈做嘢唔係咁簡單㗎，要有實力㗎，唔係搞人際關係咁簡單。好啦，咁啊唔得啦，人哋覺得你演技唔得啦，咁啊唔會再俾你做戲啦，唔會再俾你做演出啦咁。咁但係嗰次咧就對啊。阿麥生咧就好有好感啦，就係咁樣，你明唔明啊？好啦，咁於是跟住咧就冇乜特別演出嘅機會，咁就麻麻地咯。咁即其實係咁樣，就唔係我想咁樣。所以你後尾演出咧就好要熟曬、記熟曬嗰啲對白嗰啲嘢啦，係嘛？要自此以後，仲要慘過讀書㗎，再背一背書，好似考試咁嘅。難唔難對你嚟講？本身係咪你擅長嘅嘢？都唔係㗎，要背咯，真係背死記咁啊嚟背書咁背咯。做乜你唔講嘢啊？未到我講啊！報㗎啦！偉哥，報啊嘛，有咩就報啊！我呢時候一定要報㗎。係啊！税就梗係要報㗎啦，唔報税啊分分鐘嗰啲人稅務局啊追到你褲都甩啊！甩褲好難睇嘅，知嘛？有啲訪問見真係同羅海鵬咧，我真係就 feel 到兩個真係又互相關心又互相攻擊噶嘛。嗯。咁你哋拗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嘅。你就話熟曬啲嘢先變到嘅。嗯。佢就話半生熟。嗯。佢個 terms 係就先至會有個空間再去千變萬化。我諗係各施各法啦，嚇冇一個話。
邊一個係啱嘅，你係適應咁，佢係適佢佢我係適應咁咯。Honey 啊，係咪咧？坐火車幾好，四平八穩，係咪？又唔使碌嚟碌去，中唔中意啊？我中意，棒棒，最美麗地方 ，Cheers。Cheers。我當其時咧。EYT 咧，佢兩點開會，開完會就先知道嗰晚做乜噶嘛。咁啊做乜啊嘛，有劇本俾你啦。佢哋個個咧，其他人咧就去飲下午茶啊，去口水啊咁樣。我咧黏埋女廁，瞓喺度背都熟曬，唞一唞。咁跟住晚黑咁，跟住先出嚟嘅。佢哋冇咁做。我知道我嘅問題啊，係要記，熟曬咁就先至。我就覺得是叫做熟能生巧。嗯，係係喎，頭先劉松仁嗰你之後有冇同佢 say one sorry 啊？都冇喎，後尾佢同阿李影拍拖，我同阿麥德雄拍拖，我哋成日出去玩嘅，冇啦，唔記得啦，應該佢都唔記得啦。我屋企人咧唔係點管我嘅，咁但係咧無啦啦就係呢單嘢咧，佢就即係唔滿意啊，話哇你阿麥德雄你冇同一齊啊，佢咪吸毒㗎，因為佢當其時好瘦啦。又長頭髮又流鬚咁，啲老人家嘛睇到，哎呀你冇同佢一齊，我屋企人乜嘢都唔理我，即係唔會話誒，佢亦都唔識啦，或者咁冇理我，係呢一單嘢咧，咁得就有呢個意見，所以我好記得就係咁咯。但係佢唔知佢都係出名同埋叻嘅人嚟嘅嗰陣。嗰時佢未係佢 P、哦、未係 P A 仔啊啊，唔好意思。哦咁我就即刻想問，係啦，好啦，係繼續。當陣時，我諗麥當雄都已經係幾男人、幾 man 嘅一個人啦，係咪？係未㗎 ？P A 制嗰陣，係我喜歡嘅類型咯。咁你可能聽過訪問講，而家先生可能比較温柔、商量多啲嘅，係嘛？冇得比較。係啦，我意思即係你喺啲即係兩種嘅型唔同嘅男人情況之下咧，你係咪？即係會表達到一個好唔同嘅女人嘅狀態㗎，即係可能對於男人啲同埋一個温柔啲嘅時候，你會點㗎？基本首先咧講，如果譬如個男人首先吸引到我先啦，有個好感咧就一定係瘦嚇，要佢要係瘦嘅，咁就吸引我啦。咁好啦，咁啊就去接觸啦。接觸之後咧，咁基本我本身係期望咧，佢係一個好男人。照顧我，咁我係被照顧者咁嗰只嘅，我係好希望嚇。咁 show 翻我識好多唔同嘅類型嘅男士，我都係咁嘅態度同埋咁嘅身份出現嘅。但係被照顧係啊，但係我婚姻就係完全係反轉曬，你明唔明啊？唉，咁所以咧就係潛意識我期望嘅。如果講個婚姻咧，我係覺得好悲慘嘅。但是表面上或者實際上呢可能個個都覺得挺好的、嗯、年輕時代開始你容不容易喜歡一個人的容易的因為當時呢我是很渴望呢、結婚和有一個家庭的所以呢一有個男即是覺得挺好的我就拍拖啦拍拖了希望結婚啦但是個個都不肯跟我結婚咁就所以就去到好遲先結到婚咯。你渴望嘅？渴望，因為我係想一個家庭完整同埋幸福家庭，因為我冇啊嘛。之前睇佢哋訪問都我唔明嘅，因為你話係講個問題係要唔要細路仔嘅問題。咁你話因為要結咗婚之後要大家再磨合多一段時間，我就有啲唔明嘅就係、是，咦呢樣嘢你結婚之前拍拖冇磨合嘅咩？點解會？要結婚之後再磨合啲乜嘢咧？即係個磨合嘅方面係咩？有結婚前後有咩咁唔同？係冇錯。我最錯咧就係結婚前咧冇做呢個叫做婚姻輔導。咁咧係點咧？我咧一切諗嘅嘢係理所當然，我認為係咁，以為係咁。咁你咧即係當你我先生，亦都係咁諗。你以為係咁啊？乜嘢都係咁，大家冇傾嘅。咁點解結咗婚之後，哇！原來要傾嘅喎，咁解啫嘛。咁傾得嚟，有時就遲得滯啊。即係
例如咧，例如生仔咯。嗱，我就冇諗住，你都要傾，要唔要大家兩個傾，要唔要 B B 啊？啊，要定唔要啊？咁都要傾，我係完全冇傾。即係拍拖之前冇。冇啊，乜都冇啊。其實嗱，我話俾你聽，我個人咧，即係呢方面嘅表達咧，當其時啊，而家我進步咗好多噶啦嚇，唔係好識表達嘅，成日就係我諗係咁，就係以為係咁。咁其實好多嘢唔係嘅。咁就所以好多，譬如男朋友好多時分手都係咁。咁同佢結咗婚就冇辦法啦，開頭咁就唯有再去適應啊磨合啦，如果唔係就分咗手噶啦，老實。係咯，又估即係估唔到喎，嗰個都叫做維一直維持到嗰個。所以咪有抑鬱症咯。咁以你嘅性格，如果話婚姻去到有抑鬱，你又？仲堅持嘅？我覺得係真係命運係真係冥冥中有安排嘅。你緣未盡，你想離都離唔到；你緣盡，你想留都留唔到。咁我只係講一句緣分。係咁解咯。我都問過㗎，我問過自己㗎，問過個天㗎。緣分啦，最後花休就係咁啦。如果你去揾同一個相處去丈夫去結婚啦，你覺得你要需要改變你自己幾多少？改變我係要係喺溝通上邊咧，唔怕有乜嘢要講出嚟咯。我冇講出嚟，咩都以為係咁，然後乜嘢都擺喺心。啊，譬如有啲咩難受或者點咁，我都唔講出嚟，亦都驚講出嚟又傷害到你咁，即係嗰啲咁啦。照顧同被照顧嗰個身份咧？即係你 suppose 你想係被照顧噶嘛？係啊，係啊，係啊。咁聽你頭先咁講，好似變咗個你成為一個照顧者，係啊，係啊，係啊。係咪呢樣嘢係咪個好大對你講對你嚟講係個好大改變就係要？冇改變而係逼不得已咯。冇辦法之下唯有係適應啊，去即係咁樣。即係有乜嘢要你去照顧咧？其實即係好多要你打點嘅嘢係你沒。冇期望、冇期待過嘅，即係冇諗過係要咁做嘅。係啊，所有嘢包括我自己本身啊 ，expect 我唔需要打理家頭細務，我唔需要去管家啊，我唔需要去為屋企任何事煩惱，我唔想係咁嘅。我自己希望嘅婚姻係個先生啊，佢會安排曬一切嚇咁話俾我聽啊，你點啊咁啊，又帶我出去啊，或者去玩啊，或者點。而家就係即係唔係咁咯，即係總之就係、是、啊。你，但係冇嘅，冇埋怨嘅，冇埋怨，因為即係緣分係咁啦，冇辦法啦。我亦都聽你訪問過，好激烈啦，即係你即係爸爸，你爸爸係爹哋個同一個第二個太太去撞埋同一個地方，你諗住掘墳啦。你再年紀大啲諗，有冇諗過？有冇改變呢個咁激烈嘅諗法啊？諗住去掘墳嗰樣嘢。去到今日咧，我冇改變我呢個諗法，但係我去到今日，我有改變，係我原諒我父親多咗。係我唔識，又係嗰樣嘢，唔識嘅表達，冇講出嚟嚇。應該係同佢講，即係你點啊？我哋點啊？啊！關心冇講嘢啊，根本冇大家冇溝通冇講嘢，即係好似以前啲人咁啦。譬如愛你，佢唔會講愛你，即係擺曬喺心嗰啲咧，我就錯曬呢度，就係咁啦。咁其實我哋當其時咧，因為佢點講咧，喺大陸一直喺大陸啦。咁我做咗電視噶啦，咁有一次後期開放咗啦，咁申請咗出嚟第一次，咁其實我好開心噶。但是跟他相處呢，即當時我是小個，不明白的社會，還有不懂得體諒咯。麻煩。跟他一起的時候呢，擔口煙跟他一起走在街，然後就咳吐這樣吐痰，你明白嗎？明白。那我跟他一起，哎呀好討厭啊！即係咁嘅，即係你係大人，你係父親，咁你見到我，你應該係咁多年冇見我，
即我由六歲到我廿幾三十歲，你明唔明？係咪應該話你點啊？呢個生活，大家關懷下。佢行為咁樣，兼夾佢一開口咧，就係叫我俾錢，你明唔明？嗯。哇！咁所以我就好惡劣，好惡劣。咁後屘就冇乜再來往啦。咁我覺得佢係唔係一個好爸爸啊？即係咁咯。咁但係後期我都諗翻，都係我唔識溝通，因為嗰陣時佢個年代，佢啲人。他的生活成長，他是這樣的，他們當時，他是男人，他可能的心是很愛我，他是不會說出來或者不懂表達，其實是這樣的，現在我是比較是明白這點。後來，就是說個精神抑鬱有些問題，那些症狀呢，你覺得，就是依你個感覺是去看醫生是否真的幫到你的？是，絕對是，一定要找專家、專科，真的幫到的。但是你要是真的是一個乖、聽話的病人，你不要叫你吃藥，你轉個頭又沒有吃，叫你做那樣，你沒有做那樣，然後跟著就說不行的，那就什麼咯。我個人的經歷是有用，是很有用。嗯，救翻我條命。嗯，當陣時出咗事，即係神智有問題咧，其實自己啊唔係 aware 到噶。我完全唔知道嘅，我係瞓咗響張牀係一年啊，一年啊，直頭一個廢人咁樣啊。咁喺呢一年入邊係諗過好多方法，係想即係去死嘅。咁好啦，咁去到一年後。我同關景洪移民顧問公司一直都有拍廣告，好多好多。佢耐唔耐又 update， 耐唔耐又拍一集新嘅咁噶嘛。咁去到啱嗰個期間咧，佢就要拍一集新嘅。咁我先至即係，唉，點算啊？點算啊？唔知點好啊？因為錢佢一早俾咗我嘅，落曬訂。咁我一路都拍住，我點同佢講話我唔拍啊？我不懂去處理，其實當時的精神狀態是亂曬嘅，係少少事情咧就變咗複雜化嘅。我不懂去處理啊，咁於是我就諗起阿曾志華咧就曾經介紹過嗰個臨床心理學家嘅資料俾我嘅。咁當時我直頭日日喺度諗，日日喺度打曬困擾，後日拍啦，去到今日都唔得啦，我真係要去求助。我拍。定唔拍咧？如果我唔拍，我點去交代？點同人講咧？我拍又點咧？乜都唔知道。於是我就打呢個電話去求助啦。咁咪好好啦，好忙噶臨床心理學家。咁佢都可能即係認識曾志華啦，咁可能又知道下我啦。咁佢於是就 break 出嚟佢嘅 lunch time 嚟見我。咁好彩就係咁啦。咁啊！一見到佢咧，成個癲咗咁啦，歇斯底里喊到嗰個神，即係咁，佢即刻將我轉咗去精神科醫生啦。咁醫生就睇我一輪，咁然後佢就判咗我症你有病嘅，其實你係患咗一個叫做抑鬱焦慮症，不過係有得醫嘅，同埋係會好嘅。哇！我幾開心啊！當其時開心到咧，哎呀！我真係好想做翻我即係。一年前的我，之前的我，因為那一年我是真的廢在那裡，我以為我就是這樣廢了，睡在那裡不動的一個人嘛，就是這樣。那我就於是做了一個很聽話的病人，叫我吃幾多藥幾多營，臨床心理學家叫我你去走出去一步，一定要去一次商場，好不好？唉，好，一落即是去商場都不喐都唔喐，有個電話喺隔離響，我都唔會用隻手拎嚟聽噶，即係嗰只啊！你送嚿金俾我，我都唔會伸隻手出嚟攞噶，係完全冇曬動力。我就係咁啦，好彩，如果稍微有啲動力，我死咗噶啦。就係諗極，哎呀諗極點去死點？哎呀好攰啊！哎呀點啊？喐唔到咁就去唔到死嘅啫，其實。好啦，咁我就於是咧就。叫我落去去啊，喐一喐啦，希望你踏出第一步啦咁。我就交功課，佢叫我寫低嘅。咁我就由屋企行落樓下叫的士，一上的士去又一城，
落的士，好快咁行個圈，即刻搭的士，即刻翻屋企。哎，我去咗啦，交到功課，但係你踏出呢第一步咧就 O K 啦。好緊要，但係嚇，但係沖涼，嗱你買只香啲嘅液體沖涼，令到你沖涼嗰時個感覺舒服。因為我成一個禮拜、十日、一個月都冇沖涼嘅嗰陣時，你明唔明啊？即係唔願喐嘅，咁開始好似係啦。即係冇人逼到你喺身邊。冇人知啊！你冇沖涼，冇人知。冇人知啊！我唔知。O K。冇人知，冇任何人知。啊！我一個人生活啊嘛，點知啫？我自己一個人間房啊嘛，咁樣咯，咁啊慘啦！最一個後遺症最慘最慘咧，就係冇刷牙，成日咧就即係成夜冇刷牙，搞到後期咧就係牙周病啊！哇！我其實而家冇曬牙噶，你知唔知啊？傷唔到嘅，因為牙周種唔種得翻啊？冇得種，因為你冇曬骨啊，佢牙周病食曬你啲骨啊！即係唔係牙爛咁簡單喎？係啊，係甩曬啊！啲下邊咧都叫做可以種牙，可以唔知加啲乜嘢，但係上邊真係唔得，因為點解咧？你夾硬做啲嘢落去咧，你傷咧兩年後又會冧噶啦，所以揾嚟搞嘅啫。咁而家係點樣啊？假嘅啦，全部。即係就咁戴假牙。係咯。點啊？對照嘢、食嘢樣樣嘢。完全冇問題，好好。我揾呢個牙科醫生，佢係將人哋嗰啲人哋拆做到彎曬咧，然後救翻你嗰個牙醫嚟嘅，所以好貴。我成口係超過100萬嘅。係啊，所以我一開口好矜貴嘅，好矜貴嘅。OK。咁搞咗幾耐先至覺得，咦？即係成樣嘢由咁差咁低沉變到可以變翻稍為正常，有理智去做日常生活嘅嘢。就係睇咗醫生之後，一路跟住食藥做輔導，慢慢三個月一路去到一年到就 OK 啦，可以叫做稍為正常少少嘅生活，但係都未係完全係做翻以前嘅自己嘅，仲未得嘅。去到幾耐到先至真係起碼有六七成回復翻嗰個狀態咧？都要十年八年後喎，係啊。同埋主要，你覺得真係要靠食藥啊，定係要靠自己個意志啊？兩樣都要嚇，因為咧佢呢個病咧，其實有啲問題咧，就係你嗰個腦部嗰個血清素啊，佢失衡啊，即係唔平衡啊，咁係呢個係生理嘅因素啦。咁你要食藥調翻佢，同埋加翻你嘅血清素。其次咧，你嘅心態，同埋你嘅思想，你係要跟臨床心理學家教識你，你點去調節？譬如我好憎你嘅，你知唔知啊？我好憎你，但係咧，我就好中意嗰只狗仔喎。哎呀，我將你個名字改咗嗰只狗仔嘅名字，咁於是我見到你咧，我就會中意翻你啦。即思想轉移法啊，呢個其中一個項目啦。咁譬如好似咧。我點解而家我英文名字叫 Victoria 咧？個原因咧，亦都係有嗰個思想轉移法嘅存在，就係皇馬嚟香港有一年打足球，咁樣咧就阿碧咸佢哋成隊嚟，咁嗰晚咧我就去波參加佢哋嘅波，咁就係足總邀請我哋去，咁我去啦咁，咁啊坐喺度，咁佢哋個成隊嗰個球隊行出嚟。咁我見到碧咸啊，真係好靚仔都成。咦，咁多人去行過，我就坐喺度冇乜特別啦。我點可以令到佢同我能夠大家有個交流？於是我諗到，我大聲喺度叫 ，Hi TVB Ham， I'm Victoria， 因為佢老婆叫 Victoria 啊嘛。咁佢咪有觸動咯？咁佢即刻本嚟行過啦，即刻回頭望我，我淨係望住佢，噔噔，哇！我哋四目。交頭佢笑到咧 ，sweet 到咧，佢意思個笑係你抵死啊！你即係你咁古怪抵死，叫我老婆嘅名嘅咁。佢個笑容咧，我想永遠記住。於是我就改咗名叫 Victoria。你明唔明啊？呢個就係嗰個思考轉移法嘅其中一個技巧，即係點咧？好急才喎！呢個係突然間諗到。係啊係啊，因為咧就嗰個你接受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咧，佢會教識你好多嘢，點樣對自己好啲啦，點樣可以幫到自己嘅思考啦。
咁支持你，咁跟住落嚟一路咧，咁自己亦都去思前想後啊，亦都諗下嘢啊，咁最後就即係都明白曬，咁啊咁樣咯。容許我咁講，即係我認身邊啲朋友咧，呢個年紀或者咩咧，其實係好容易有啲嘅，即係冇見一兩年咧，係突然間變咗第二個人，即係有事嘅。我意思即係話，但係咧。你講係有病，有病啊！即係變咗啲，佢嘅即係可能行為舉止失常曬。但係咧，頭先你所講話，你係 address 到自己有事嘅。但係其實好大部分人，好多人咧好難。即係你同佢講話，你話我黐線啊，咁佢係會好大反應，好即係反面噶，反台噶。係啊，嗱，我之所以成立心誠行動咧，其實係都有呢一個社會責任，就係關於你提到呢點。咁但係其實當其時我都係唔知嘅，我就因為要拍嗰個廣告，我去見個臨床心理學家，佢教到我，咁先至 file 原來我有病，咁即係我一路路先認識原來有呢啲病，原來有叫情緒病，因為以前你總之係有少少唔正常就話你黐線噶嘛，咁後期咧我識得呢個醫生，即係我主診醫生咧，佢就一路喺度做緊一個推動，就想將少少係分嘢精神分裂。精神病同情緒病嘅即係大家唔一樣嘅，希望減輕咗嗰個歧視。咁所以後期我做咗你覺唔覺得而家係好多人唔怕講噶？啊，好多人唔怕講啊！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有啲成績㗎，我嗰個會仲不斷講添，好多人都會覺得自己你諗下二十年前邊人提啫？老老實實，我哋。即係我咧，同埋我班醫生團隊係一路推，係好有成績噶。咁後屘十年八年後，就好多會都做啦，亦都社會好多關注咗啦。最重點咧就係嗰啲人唔怕承認啊，同埋少少事，咦，我係咪有事咧？有會有少少懷疑嘅。咁亦都好多會有嚟問下我咧，我咁係咪有問題啊？咁都有嘅。咁但係好似你話齋。有些也是未必知道都是仲係仍然有，啲好難話一下子全世界都認識到啦，慢慢嚟啦，即係呢個教育咧係一路都要繼續努力咁去做咯。咁其實咧講開咧，我俾你一個特別啲嘅信息啦，之前未講過嘅。都 OK 嘅呢個值得關注嘅，即係對我哋呢行啲人啊，或者其他人都要關注情緒病咧。其實不是單一的，通常呢家庭的壓力都是重要，工作的壓力上呢當然是最重要，但是很多時呢做事的時候，特別是以前啦，即是二十多三十年前不斷衝，沒那麼關注自己，今天看真一點這個節目其實是一個高高高壓的節目，我們當時是不知道的。後期呢我們main cast 嗰幾個主要嗰幾個個個都有事，肥炮跳樓死咗，歐錦棠有問題，我哋個監製失咗蹤，咁其中有個編劇咧，當其時我都唔為意嘅，咁啊我監製我同埋個編劇一齊喺度傾偈，講啲內容啊咁，講下佢突然間哇喺度喊。你兩個做咩喺度？公審我乜乜？哇！我哋呆咗，點解咁嘅？其實佢都係一個問題。其實好幾個啊，仲有一個劉錦玲做完之後走咗啦，即係去咗加拿大啦。好，個個都係有問題。其實我都係呢個節目都係俾到我一個好大嘅問題，都係加埋落嚟嘅。其實是因為你接觸太多負面嘢，或者你哋要揭發嗰樣嘢，受到好大壓力。壓力好大，你好簡單，每朝一嚟，乒乒乓乓睇曬全港嘅新聞，跟住就乒乒乓乓去邊度，面對唔同嘅人，好似死人啊、冧樓啊，或者係負面嘅人啊，跟住又趕翻去廠，又要念對白，當晚 live 出街係好緊張嘅，你知唔知啊？我哋係咁做咗咁多年啊！是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的腦子就等於你的膊頭，你可以背100斤，你的腦子也可以背100斤，這裡背一下我痛啊， over 100斤我不背了，腦子不懂痛啊，那就繼續背，就 over 了100斤，那就有問題了。
其實個個都係咁，唔知道。即係咁好睇嘅節目，原來就真係要消耗所有人嘅。係啊，好多人。所以有啲拍劇話真係入咗去出唔翻嚟嘅都係真㗎啦，係咪？會㗎，會㗎。係嘛？即係我哋成日講啦，最經典藍潔瑛，做完阿玲姐都會嘅。不過藍潔瑛咧，佢都係有好多嘅問題嘅，唔係淨係劇嘅問題嘅。佢自己本身嘅性格啦，佢家庭佢嘅遭遇啦。後期你話呢個角色啦，同埋佢感情世界，唔係單一嘅，你相信我，一定唔係單一，嚇，一定係幾樣嘢加加埋埋，同埋你唔知，亦都冇去解決，咁樣咯。下一 part 翻嚟咧，咁大家唔需要考慮嘅，你哋要留意收睇。咁嘉欣咧，如果唔睇咧，就係你哋嘅損失啦。下 part 翻嚟見啊！48年前，美國新墨西哥州羅茲威爾市咁發現飛碟殘骸及外星人屍體。今日睇真啲外景隊遠赴當地追訪當年目擊者。下一 part 外星人之謎第一擊之羅茲威爾機密檔案率先推出。咁嗰陣時候解剖羅茲威爾嗰個禮拜會唔會令你鬆一鬆，舒服啲啊？嗰時係其實啱啱開始嘅啫。啊，啱開始啊，我哋冇乜特別嚇。咁你哋自己有冇？好清楚入邊知道呢件嘢係真定假堅定流咁，你知唔知得清楚？我當其實係相信嘅，嚇、我覺得係嘅，直到今日我都相信，我覺得係嘅，嗯，因為你要做嗰樣嘢，你話俾人聽係真嘅，你點可以個心係諗住係假嘅啫？係嘛？我係真噶，我係要你係真嘅，你先至投入到去做到出嚟，俾人覺得真，嗯。我俾你咁講，而家先即係嚇一跳啊！原來真係做金啊，睇真啲呢啲嘢咁金啊，真係金啊！個個都有問題。係咧，你講到個個就即係唔係單一啦，即係唔係啲問題，係啊，係真係做呢件事嘅 nature 令到你哋係嗱呢件事真係冇乜人講過啊，冇乜知啊，啲好內幕嘅。好咦？而家東張西望嗰啲會唔會黐線咧？都會㗎，都會係嘛？嗱，老實佢哋有冇你咁犀利咧？嗰陣嗱，因為點解咧？Main cast 嗰幾個會係嚴重啲嘅，因為我哋一個禮拜咧出五日，但係我差唔多每個禮拜都出做三四日，但係有啲可能係做一日嘅，咁就可能好啲啦。咁如果做得重嘅嗰啲咧，都係自己要照顧下自己嘅精神狀態嘅，真係要嘅。你都自己係個訪問前輩嚟嘅，即係你都係主持人，主持人訪問過好多人。係啊係。嗰陣時我最深刻印象，而家 YouTube 有成日睇翻啦，一次過訪問曬張國榮、張曼玉。梁家輝嗰陣時候你見的都是即係最超級大聲。嗱，咁啱你講起咧，其實我之前一路都冇再記得嘅，但係呢期咧，我懷疑嗰個 channel 咧不停掟出嚟嘅，掟不停咧，我睇到睇到，咦？咁於是我就懷疑翻啦，我就由頭睇到尾啦，我係唔記得曬係做過呢樣嘢，因為其實我情緒病之後咧，同埋我做咗心情行動之後咧。我對以前的人咧，就算演藝界咧，全部都好陌生。係。係啊，個感受唔同咗，我去咗另外一個行業啊。嗯。嚇，係社會工作者啊，所以好陌生啊。原來以前我同佢咁 close 噶。係咯，係咯。我先記得翻曬，我睇曬啊。因為而家咧好多人，我見到佢哋咧好生疏。嗯。譬如你講翻話阿 Maggie 同阿 Leslie 嗰個訪問入邊有阿家輝噶嘛。係。我其實原來。訪問佢咁 close 啦，我而家諗翻起當其時，我仲同佢度期，然後之後我亦都同佢同埋 Maggie 我哋去飲酒啊，去玩嘅。但係我即係後期咧，即係我做咗心情行動之後咧，我見翻嗰時我好陌生。哦，你見翻嘅會有見翻。有時有啲項目撞到啊，場合撞到，包括任達華都係。我原來嗰時同佢咁熟嘅，我仲叫佢哎呀，你揾經理人啦，你揾Willie 啦 ，Jackie 嗰個經理人啦咁。原來我有嗰陣時咁講過，佢後期真係嘅。但係一次我仲覺得佢好陌生，咁樣咯。即係好似係咪你好而家個狀態好唔當自己係明星，亦都係好唔恨以前嗰啲咁娛樂圈咁奢華咁巨星嘅生活咧，係咪？我而家嘅生活都係差唔多嘅咋，係啊。不過我嘅心態上咧點咧，即係而家嗰個心咧，成日就諗住點樣為社會，點樣做多啲嘢可以幫到人。啊，有啲乜嘢係有意義嘅，就係諗呢邊啦，就唔會諗啊，我要拍到咩戲啊，
我要做一個咩電視節目啊？咁其實喺呢邊諗咯。而家仲會唔會想拍嘢㗎？都冇乜啦。因為而家久唔久又即係有呢類嘅演員出嚟，又會好震撼、好好睇咁樣㗎嘛。嗱，譬如你話如果要演出咧，我就真係唔記得對白嘅。啊，而家更加啦。啊，以前都唔係咁容易記要死記，而家更加唔記得啦，係咪先？咁啊，好難啦。第二。而家咁嘅年紀階段就做唔到啲咩角色啦，有冇乜好特別啦，係嘛？咁咯，咁就辛苦噶嚇。你嗰陣時雷曼冇咗好多錢，咁你嗰陣時收入我唔知啦。嗰陣時係咪已經仲有咁多工作？你點樣 recover 成件事㗎？冇啊，冇咗咪冇咗咯，冇㗎啦，係啊，冇影響，係我少部分啫，其實。哦。嗯嗯。即係唔係話即係超級入肉入血嗰啲嚟嘅？不知道，我就這樣看，發生了你都拿不回來算了，就是那種那時候已經這麼厲害，這麼看得開的，一向都是這樣的，即是錢的反而就不是很沒有，我賺的錢全部都不是為自己的，全部都是為家庭、家庭、為社會，我自己就現在就好一點，疼自己多一點，買一些小小豪華的東西，以前都很節省的，衣服都自己做，係咯，你嗰時面試嘅衫，後尾啲衫都自己做啊？係啊，好多時都係㗎。譬如今日呢件嘢咧，呢度咧都係我自己釘落去㗎，縫落去㗎呢塊。呢塊綠色呢塊。係啊，遮住咯。即係本身冇嘅。遮係啊，佢長啊，剪咗佢咯，整一塊咁嘅遮住。即係本身同一條裙，你再整翻落去。係啊，因為呢度因為好 V 啊嘛，係太暴露啦嘛，係啊，咁於是我就將條裙好長，我剪咗出嚟，然後 cut 一塊，咁啊。釘下來就遮住了，自己搞定到，是啊，但你比同齡呢，你所見到差不多年紀的，你是不是算已經算是壯啊，個樣子不是真的好像七十歲啊，那是不是其實已經不差了？我不知道啊，我從來呢有樣好就是沒有跟任何人比較，嗯，也都不理會人家怎麼看啊，怎麼說啊，什麼都沒有的，就自己感受自己什麼，不比較，有人好過我，有人仲正啊，係有人差過我，話知啊，關我咩事啫？我冇理，冇理。咁你自己盡量去將自己做好咪得咯。好似我而家咁，你話個殼咧，呢啲位咧應該係抌噶啦嘛，係嘛？應該係抌啊！啊，我識得啊，我自己綁條辮仔扎起佢，戚一戚，咁啊冇咁抌咯。我除落嚟就抌落嚟，老老實實，唔係講笑噶。嗱呢啲我咪要點樣令自己？靚啲，保護啲咯，開心啲咯。你嗰陣時仲好似教阿姐定教嘟姐一個技法㗎，唔知點樣去瞓覺嗰時候。係係啦，咪就係呢樣嘢咯。係嗱，你講真㗎嘛？講真，嗱，車咗一塊布咁箍住呢度，咁但係呢度會卡啊嘛，戒住嚟瞓，第二朝咧就起身咧就會瘦嘅。咁但係卡咧，我就叫佢擺條衞生巾，就墊住呢度軟軟綿綿咁啊包住，得㗎，好有效啊！我琴晚我都。綁嚟，有冇聽你講？佢哋有冇聽你講？你所知有啊有，我車我自己車咗二十幾條呢啲帶，周圍送，送俾佢哋。咁佢哋做唔做佢嘅事啊？咁嗰嚿衞生巾佢哋自己買啦，我就唔會送埋啦。如果佢哋做咧，去買衞生巾咧，人哋話：，係啊，我仲買衞生巾嘅。咁啲友仔真係老土，咁咯。咁你同成班一齊，你 O 唔 OK 嘅其實？同成班女性咁嘅女性一齊 ，OK 噶，我覺得 OK 噶，係嘛？係啊，好開心啊！你講下，我講下，佢講下，因為我哋個自拜會，我哋講啊，自拜會咧，我哋有個規定嘅，我哋聚會咧一定要每個人咧有貢獻嘅，嗯，你冇貢獻幾次都摟你噶，即係講要講自己啲堅嘢出嚟嘅，講你收到啲咩料咩八卦嘢咯，嚇咁其他人就評論。啊，咁咪哔哔叭叭咁咯，咁咪笑咯。啊，但又唔可以爆出嚟 ，suppose 係咪？基本係唔可以，但係當中因為有人爆，所以就摟咗佢啦。但係好難喎，係嘛？即係成件事話，你呢樣咁刺激嘅事，即係咁爆料嘅事，哇！又要忍住谷住喺度唔爆出去。唔會好多事咧都唔可以成周圍同人講。維唔維持到啊？即係呢個。維持到，即係唔係話全部咧？有好幾個摟咗㗎。嗯，係咯，係咯。而家心情行動咧。算是做到你心目中想做的事情嗎？做到的了，是啊。即是你的實質工作呢，包括是？我做了十年，十年裡面我每天上班，我不上班的。嗯。早上回去office，
你知唔知營運一個團體咧，等於你成立一間公司，你要管理啦、行政啦，我哋仲要兼夾要籌錢啦，咁又另外又要幫人啦，又要搞活動啦，好多嘢做。我覺得呢一個新城行動咧，諗翻轉頭今日咧，我覺得唔係我成立嘅，我覺得係有神助嘅。唔係咁容易嘅，你知唔知啊？咁好啦，咁做咗十年啦，我真係唔得啦，唔掂啦，都開始已經唔想喐啦，又嚟啦，我驚。於是咧，我好有一班我原本嗰、那個執委會啦，義工嚟嘅好多都係都專業人才嚟嘅。咁有一個肯幫我做我個位，咁於是我就俾咗佢。咁我十年咧，我就冇做主席啦，即係我係創辦人同埋主席。咁我仍然係創辦人啦，即係咁啦。咁啊，主席佢幫我做，咁我就冇日日要翻工啦。咁咧，從此咧就譬如佢重要嘅項目，咁又開會傾下，咁我就 OK 啦。咁有時就出糧啊，或者點有啲咩嘢開支票，我就翻去簽下開支票啦。咁有時有啲乜嘢有籌到錢嘅，咁我就去籌翻嚟俾佢哋啦。咁現在就係咁樣。咁但係佢哋咧依住我哋一路行走嘅方向，而家一路係繼續係咁做緊嘅。估唔到你翻十年工喎。係啊，係啊，日日朝九晚五咁。但後屘頂唔順。頂唔順，其實係因為我懷疑咧，因為我始終咧冇讀過好多書。冇讀過商業，即係嗰啲管理學啦。我吃力，我覺得好吃力，同埋我好唔中意，好討厭。我教你呢樣嘢，話俾你聽呢樣嘢，講完曬教完一輪，你又係錯。講完教完一輪，你就走喎。我又要請個第二個嚟，我又教一輪。你明咩啊？即係呢啲啊。明啊。哎呀，我真係救命啊！即係我頂唔順呢啲咯，其實係咁解。咁但係咧，如果喺一個佢係喺呢方面係叻嘅或者佢識嘅，佢中意嘅，係完全唔係問題嚟噶嘛，好小事啫嘛。我而家仍然食緊藥嘅，仍然繼續嘅。但係呢個唔係問題，因為係好少係關於嗰個血清素豐富佢嚇，等於你食血壓藥咁解啫嘛。所以唔好有一個心理係覺得係有問題，咁就 OK 啦。接受最緊要自己都要接受。訪問的時候咧，有陣時會講啦，雖然好唔吉利，你話你自己會去已經啊，成日都會諗住搞掂自己嘅身後事。其實要搞掂啲乜嘢？哇，好多嘢！我話要搞十幾年都未搞掂，所以就未死得。唉，真係慘啊！我懷疑搞掂咗就即刻死啊！所以點解成日都搞唔掂啊？原來未死，未到期，未夠期可能。好多嘢啦，你。譬如你自己現有嘅擁有嘅嘢啦，我唔想浪費。譬如一啲好靚嘅古董啊，咁我應該送俾邊個咧？喺度諗，哎呀點做咧？譬如我嘅遺產啊，應該點去分配咧？我啲書應該點咧？即係好多啲瑣碎事，我都未知點。究竟我有幾多嘢咧？我都未知。即係唔得，佢冇統計，好多呢度一忽，呢度一忽，一忽，即係仲未係做到。我係要做。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可能是一個叫做很有責任心的人，什麼都想處理自己，處理好它，不想煩到人，不想麻煩人，這件事我都想做好，那你走就走了，乾淨淨，不用說哎呀人家不知道你怎樣那樣那隻咯。好了，70歲現在怎麼計劃跟著日子？繼續是做回好那個遺囑那些事情，怎麼搞回來還沒做嘛，做好它，唉，真不知道為什麼無從入手。我現在就想是否要找律師幫一幫我，看看應該怎麼做呢，這一部分咯。其他遺囑以外的，即例如心情行動你退了一步了，有沒有其他什麼工作、旅行或者目標想做的？這些旅行就已經是一直在做的了，因為我即要覺得怎樣對自己好一點，怎樣令自己快樂。我原來去旅行是很快樂的，我就plan每個月都去一次咯，但是疫情期間去不到啦，開翻之後我已經去緊啦，我啱去完呢、這個鳳凰城啊，好靚啊，嗰度芙蓉鎮啊咁嗰啲啦，都去過，去啲冇去過噶，會唔會去啲冇咁遠嘅地方啊？即係坐飛機長冇所謂，有人一起就得啦。最好去一些未去過的地方，
好似我好想去北韓啊，即係咁樣咯。但係我真係我完全冇成日記住咩七十呢樣嘢咯，冇記咯。除非我膝頭哥痛嗰陣時先，哎呀，點解會痛啊？哦，原來係七十歲，即係咁嘅咋，我完全冇呢個感受㗎嚇。